我给大哥弄了，然后二强直接给我弄了。我以为这种戏只能拍一次，然后我第一遍拍完全擦了脸上，什么东西基本上都不带了。导演说：“那再来一条吧。”给他粘上，我也行。不是导演，这呼没什么事，你看看后边这一排看着呢。二军是砸到我的脸上，然后这样往上推了一下，就那个蛋糕啊，我的两个鼻子像两个模型一样，那咔咔，正正直直捅了两条在里边。我们到后来就已经放飞了，就有点放飞了，之后就大家就开始抹蛋糕，然后那个蛋糕本来一抹吧，然后不是也就还好，但是那个蛋糕一抹，然后有一个盘子还没掉，那个盘子一直吸在脸上。刚想给粘脸上了，哇，真的太痛苦了。